好，我们会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宣读完毕。好，谢谢。好，谢谢。在开会之前，我做三点宣告。第一点，时程上，中午我们等一下继续审到12点休息，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下午1点半继续审查。第二点，协商过程，各部会对委员提案，希望能够尽量尊重，能接受了尽量接受，不要再做相关的文字的修正。假设无法取得共识者，我们就送电会协商。第三点，等一下进行协商，各部会所长除向经济部长自主管理在家自主管理外，未列席者跳过去到第二轮再来协商，现在就直接进行协商。是吧？就这样开始了。好，第二，第二有没有意见？好，来，朱局长。那个，因为这个第二那个1113亿啊，虽然是有税基剩余，可是这个，因为那个战机采购已经用了150亿，另外300亿已经是这个会员预算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的，已经用了300亿，所以没有那么多。而且第二个的这个数目字的还没有经过审计部审定的，那只是行政单位的结算度，所以这个1113亿啊，我们是这个是怎么样？是说是不是说改为说建请案就可以？谢谢。好，谢谢主计长说明我的具体建议。那可不可以等审计部审定确定之后，减除您刚刚讲的这些金额，可不可以？这个减除金额的话，到因为我们目前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只能够用根据预算法第49条吧，的46还是49，我忘记了。它是大院是审查税出跟税入，并没有提到说那个是融资性裁员可以审议，而且根据惯例，所谓的那个发行公债的一个变动啊，是往往随着税出三减以后，到税出三减以后，那个公债数额也跟着减少。好，来。刚刚主计长说明得很清楚了，因为这个还没有经过审计部审定嘛，是不是改成建请案了？这样子，因为李桂明委员不在，这个案先跳过。来，第二案，第二有没有意见？提书面报告有没有意见？请教育部表示。教育部提书面报告有没有意见？主席各位委员，因为最近确实大家都在忙于纾困了，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书面的作业尽量简化，可不可以就不要以提书面，但我们实际作为比较重要。嘿，好，不提书面。张其禄委员没意见。时间我拉长点好不好？还是提一下。是的，那就是说直接做了，直接做了，不用先提书面了，直接做了吧。他的意思就是直接要做。因为很多那个提案呢、都是说一周内、两周内就要提啊，现在各单位都非常的忙。那我们有统计到各部会哈、不是各个委员的那个书面报告啊，大概有好几百篇的，是不是说责令行政单位要去做的建请做？那书面报告是不是说可以说不必提的？请委员支持。那就是最后综合的一个结果，你们到时候有个报告好不好？就是综合结果会。好，那这样好。报告拿掉。好，那就书面报告拿掉。好，第三案。第三案，请那个财政部表示意见。好，是部长。就是说在隔壁，那我是也是一样，是不是说不要提书面？他
他们会在报告有关于债务问题会提报告，不要书面，因为李桂明也不在。好，跳过，等他来。好，第四案，你是李桂明啊。第四案我必须有主机处表示意见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因为这个结余的话，它一定会在预算是表示，而且的110的预算，它本来就是有那个赤字，大概1600多亿的，所以这个结余啊也没办法缴库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是不是列为这个怎么样那个是不是中间有些字划掉的，嗯。这将来都会啊，他还不在，跳过第五案。都跳过好了，主席。好，跳过。到八，好，都跳过。好，第九案。第九案。好，跳过。第十案。陈廷威。也不在。也不在啊。第十案。那么有主意啊？啊，小助理，第十案的话的，这个是怎么样？我们会遵照去做的，他主席都不必什么书面报告。我刚才讲，现在单位是建行，那我们就干脆不要把这招过来。这是建行吗？对，是建行案。第十案是建行案嘛？对，就照过就好了，要改文字吗？就不要把，因为那个印积极哈，这个不要写报告了。好，你那个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意见。没意见。好，没意见。那个后面报那个中上，最后一句拿掉，通过。就等你拍写，不要迟到哈。我们要出原则是怎么样？有来都跳给我。对，先跳过。我想要不能这样处理啊，各党自己负责哈。我们马上处理嘛，好。好，那休息喽。廖亮，你还要讲？刚刚你还没来，已经宣告过了。有就课本来改，按委告回哦。哦，不用协商。好，那休息十分钟。协商是，我只协商静一下嘛，哈，我静一下，好。不要说没有来就跳过。让总召讲完嘛。对啊，对哦。啊，外公啊，不是安尼啦，这大家都要讲这遗传的，没啥没，对吧？我们很尊重招委嘛，好。这个我们处理预算都有一定程序嘛，就是有验尹4.0的嘛，过去也是这样嘛。来的都是各党自己负责，没有来的好提案的人，没有来的当然是各党自己负责嘛，这样才会快嘛。你比方说没来的调给行办，这样没有办法处理。那有人不来，有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党在处理嘛。啊，你有人不来，不要紧，你跟党。根本谁在这里都负责处理的。你要先去各党团先去协商，我也接受。啊，在这里就开始谈的嘛。不，你我昨天也跟你讲，你跟党团去协商，我没意见。你昨天跟我讲什么？我跟你讲说，你讲要根本讲说来换会议室而已，这样子稍微短就没成了哟。我已经讲了，你在处理嘛。你要刚刚我各党团负责，你要跟党团协商啊，不是跟我讲啊。啊，党是啊，这种协商党面都要来嘛。然后没有来到主席，我们这个联席委员会自行决定就好了嘛。我们就这样提。那我跟你讲，我答应你来工，我跟答应来，党团招委员会通知，我听你的。开会通知都通知给所有的委员，委员不到那怎么办？对吧？啊，他如果到下午都不到嘞，那我们正在坐在那边是算什么？第二轮那不在就跳就处理了。先讲了哈，那我来跟你先讲了哈，赵德利也好。各党都有人在这里吧，他没有来的，你说就跳过去。他像这样，今天程序完毕以后，叫到院长那里去。到院长那里去，你没有来再跳过去。不会了，还有第二轮的。对啊，我怎样？第二轮不在，我们就处理了吧。那你讲，你总尊重人家好不容易提案嘛。我当然尊重他。做立委这么久了，你哪尊重的啦？我没有尊重，我希望我让各党的家给割掉哈。要讲的民进党，我能怎样处理，对不？因为各种弄提案嘛，你民进党我们党实在用不了提案，难道有一个那个提案委员没有来，我们就不能处理？没有这回事嘛？这个是公调耶，学生是大家共同公调，不是私调耶，所以大家只要共同决议就好嘛。所以我也赞成。尽量哈，那我是讲啊，拢总搞把戏就完哈，好，那是不来一定我代表你党团管嘛。
对吧？那几种说就真的很争议性的留在第二轮没有关系，按照他多了，因为940万呐、啊，亚弟也不要投呗。总召，你再撸板的，我跟你讲哦，你也没有听我讲，因为你现在不在，人家现在还谁？你不在，赶快跳过去，第二轮来，不在我们就处理掉了，更快，你知道吗？更慢的，我没骗了。有的，像现在有很多同，就突然是我们有共同看法了。第一，导子也好，所有都按今天要处理，当然还有后面朝野协商，所以我们先他要谈一下，这样的共我们要进。他就说，我能够接受，行政部门又接受，不能接受改建起案，啊，这样就很快。对，不要第二个啊，尽量不要再说报告，像张启禄他写将近100个新闻报告，所以不会今天给他这报告不要这样弄嘛，不要再来做新闻报告，能够决定就把它决定掉，尽量不要新闻报告，然后有删减的冻结的，哦，那个要来面对这个问题，要不要删，要不要冻，然后面对吧，啊，尽量大家知道这个预算嘛。冻结在解冻案，要六个月连续疫情这么紧急，都不大可能，急得有没有搞？要三面对没有关系啊，我们要在书面报告多久？有书面报告，这些我们大家共同有一个观念就好了，这样能够处理事情嘛？好，来赖赖委员，主席啊，老哥，各位先进哦，这个我的经验呢，哦，大家都不会要去刻意卡这个预算呐。好，大家希望预算赶快过，这个救人的啦。啊，其实对于纾困，对于要发钱的，我想大家都不会太大意见，行政部门会有意见，立法部门不会有意见的。所以，我认为啦，哦，今天要快，那就是按照主席刚才所讲的，就一样一样嘛，哈，一样。行政部门同意的，同意，对啊，同意的保留，不同意保留，要选定了，对啊，这样子有一不同意改建前案嘛？上次我们这样子处理过，不可以改建前案，没有这回事，我不可以改建前案，看情况改建前案。什么没有这回事？我当然要一样要表决吗？不可能的事情嘛。有的你，都没来跟我讲，你改建前案，都没跟我讲改建前案，我不同意，我也不能够，也不同意，为什么改建前案？上次我们就处理过了，是不是？前面说这样讲。没有这样子的事了哈，我有尊重委员的权利，就是说我同意改建情，那就改建情。对啊，我不同意，那就表决啊，那不同意就放着嘛，就放着，不同意保留嘛，对吧？啊，同意就同意嘛。对了，对了，我那啥你啦，啊，还有你卡啦，对了，啊，但是不然，那今天证明中个只要在按你在一点，那我那闯送我要了，对吧？这是心病嘛。但是老哥，我跟你讲哈，招委，其实这一次都要敢讲这个事情，我认真看的了哈。删减案不多了，冻结案也不多了，你们可以再尽量给人家删一点，大家谈一下。你还有空都谈都没有谈哦，就叫我们说没有，请见情哦。好，当前入围之后，立法委员删减案那个我们就另案讨论嘛，对不对？好，那个不好意思，好，那个解冻案尽量不要了。我先澄清一下，刚才柯总召说，我这边有100多案，没有那么多案了哈。那个啊，去打案啊。好，你每一案都要写书报告吗？不是，不用不用，我现在就是找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么多案，要是写那种就是说书面报告，他按照他的部会啦，他部会他还是应该，因为我们现在监督预算嘛，其实这些部会我们提的这些建请案哈，这些意见，这个部会可能重整一下没关系，我折中一下，就是说，也许比如说我今天有很多的是关于这个经济部这边的提案，那经济部只有我这一边，他可以综合所有的，比如说我有5个在这边，他综合还是给我们一个答复，因为我们总是有个监督的概念，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写了等于白写了。好，所以其实这些我们也没有在卡这些预算，其实我们也希望预算赶快的上路。好，这个是绝对是我们的现在的心情。好，我们也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只是提出给行政单位，只是告诉他在使用这些预算的时候有哪一些可能他现在要必须要多注意的。那既然有这些提出了这些，这样讲好了，就是一个建议，一个点，这个是点题啦，哈，提示他们。那他们总是给我们一个答复，比如经济部在我五案或八案中一个综合的啦，大概是这样，我已经是折中了，好不好？大概我们花2天的时间哈，
我把所有案子全部看过，也到各位来讨论过，我有心情，一旦给情况给，让你更感动嘛，吼、哦，让你更好爱感动，你为同我表现，你不少，你为我不爱表，我不爱感动嘛，吼、哦，啊，大家我来参详的啦，吼、哦，那个我也一直跟郑东委员，我嘛讲，都讲，把讲两三摆，我那诚信吼。哎，让给各行政部门来，就同意就好了。不行要改建请啊，建请内容你不要去，我改你文字内容，人家给建请又很客气了。啊，大家也只能答应哈、哦。那至于刚才我讲的，不好意思，我把张行政委员拜托了，因为你所有按东西，啊，不用搞点书面报告了哈、啊。对，所以我已经折中了。我们再谈这个东西哦，为什么？纾困紧急，基金看得起。那大概总经比上困难时阵哈，像我看一看哈，实际上民众党的要写书面报告，大概有一百多，至少一百报告案呐。啊，打刚才下篇报告，这报告要给立法院报告哈，不是很简单，就要底下写一写。到署长看过，市长看过，部长看过，主任看过，部长一定要看呢、欸。你像这次各部会打给王伯勇，打刚应付立法院这个书面报告，我们于心不忍呐、啊。那么跟别人都干到吼，看清楚就好。啊，尽量买安尼，那不要给他们很多 paperwork 啦，好不好？把这个是他一个部会一个啦。好，下一位请立法委员发言，请各位尊重一下赵伟。好，主席啊，各位同仁大家好。因为我想今天我们现在进行还是在委员会的联席委员会的阶段啊，所以应该还是要按照在委员会里面审查的状况，就是还是要一个案一个案打 review 过去嘛。那至于要不要维持要求或要改建请，其实这部分都还是要先尊重个别委员啊。那如果个别委员有意见，其实就应该保留这到政党协商再说。可是我是不太赞成说在现阶段好像就已经在政党协商一样，就全部都是一律的方式啦，就一定要怎么做，因为现在中央还是在委员会开会时间。好，所以我是比较建议主席应该还是在这个阶段应该还是以委员会每个委员提出的议案以及他的主张，好，那要不要修改都要尊重委员的意见。那至于到协商的部分，当然我们就尊重党团。好，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现在今天跟明天还是属于联席委员会阶段，所以我建议还是应该要尊重个别委员。谢谢。好，郭国委员。谢主席哈，我刚想林益华委员讲的那个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呢，现阶段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第一个，今天案子非常多啊，高达945案呢、啊。第二个呢，纾困在即啊，如果什么时间我们都用平时的方式一样的模式在处理的话，那不显得太过僵化而没有弹性吗？那过往呢，其实在联席委员会或委员会当中来协商这一种让议事程序有效率而达到那个立法委员监督效果的方法，不是没有嘛？所以说，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是这种方式，我建议一个折中的方式啦。那个招委有没有可能性啊？我们休息一个十五分钟，请提案人都到场啊，就是在外面这样到场，然后他们没有到场，我们就直接过去啊，第一回合就把它解决掉了，这样会速度会快一点啊，好不好？对委员会报告，你相信我处理主持会议的效率了？好了，好了，那你们也在常委会都看过啊？好。我又快，效果又好，你这样又浪费多少时间？人家不在，你第一轮跳过，第二轮不在就处理啦。你总要尊重人家一下吧，对不对？好，继续。无滴耶，那么个战线也无法度。我懂个。啊啊。咱们战线也无法度，咱跳个。啊，我好。有，我一点那个不会等。别有人来，好不好？因为到第二轮，比如说，哈、哦、，A 人没有来，可是写不错啊，我说我赞成，那应该可以吧？好，那主席啊，他在场嘛？好，我刚才第九案跳过去了，我现在想说第九案我要保留呢，啊，声明。啊，第九案保留。哎，啊，第十一案，经济部表示。还有劳动部也可以表示来，有没有意见？那个后面那个好，
刚才有谈过，我们可以就尽量赞成再定啦，不要就不要尽量赞成就好了。那位第十一案，我劳动部哦，是不是书面报告的部分希望能够删除？好，张委，怎么可以？书面报告，那这几排处理好不？对，就是一次处理了。那我们不用再谈我这边的任何什么报告，好不好？好，就书面报告删除通过。好，十二，一样吗？谢谢主席，张委员是不是也一样哈？我们书面部分就删除，好，其余的我们会有办。总的就是以部会为一个单位，不用再谈那些了哈。好，十三案，十三也一样，一样。好，一样，好，那个书面报告删掉，十四案，一样。好，一样，书面报告删除，一样。好，十五案，十五案，十五案遵照办理，啊，遵照办理通过。十六案，卫福部，时间保留了，好吧？好，保留。十七，十七通传位，十六保留。好，保留。办理，遵照办理。啊，十七遵照办理了。啊，对。好，十八，要你改为要求。现在这样啊，我们要求的全部统一改建请就好了。有名词大家不一样，有请建请，有的要求，所以我们所有的把它统一改建请。不要这样。等一下。要求主席。除非当事人同意建请，或者不能够替他改为建请，好不好？好，除非当事人同意建请，那这个话就保留了。这样他不在就保留了。通过，啊，通过，行动。十八通过的，这样好不好？好，通过。十九，十九要求改建请，好不好？啊，经济部。好，有没有问题？经济部。不在啊，要求改建请啊，要求是要求哎，跟建请哪完全不一样。啊，展言是啊，这个不是已经通过了吗？主席已经通过了，主席通过了，为什么会再拜托呢？拜托了，经济部哎，新闻在这里，可以吧？好，可以，我们可以啊，已经主席通过了，拜托了。市长，你是业务部首还怎么样？主决议就通过了嘞，我提了嘞，可以，来通过。反正呢，要求建行等同有意义的。我不同，要求是强制的。没有，不同。二十，没有，有些没有办法强制，你要搞清楚，好不好 ？OK， 好了，我们可以同意。好，同意。好，二十一案。国发会报告。国发会报告，我们那个因为地方创生的机关除了国发会，也还有相关部会，所以可不可以请加一个国发会应会同相关部会，仅述针对这一点。同意了，好了。那主席，二十案有念吗？好像要求改建请了。好，二十二案不通过了吗？好，谢谢。二十一案，财政部可以，财政部二十一案国发会报告。地方创生的这个主管机关除了国发会，还有相关部会，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国发会会同相关机关、相关部会，仅述针对这个。好，加会同相关机关。好，修正通过二十二案。好，宣布可以。二十二案这边是不是可以二十二案？因为这涉及到所得税法的修法了，这个缓步积极修了以后，明年才能适用啊。是不是可以建请？明年四月没定呢，明年四月没定呢。相当的。那是不是可以建请？建请也可以的，那个一定要建请的。还有法的问题嘛？对，这个还是要修法。啊，我就建请修法了。建请原意的，建请好，建请好，建原意嘛。啊，建请原意。其实总道，你看，我们也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被改建请。感恩。不是感恩的，是不是啊？怎么我跟你同意啊？是哪一个？啊，因为我们内行的，对，这个改建请就有道理吧？好，改建请二十三也是财政部的哈。那这个部分就是对房东减税，但是因为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他如果说房东减租的话，他的营业收入就减少，基本上他的营业税跟所得税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哈。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也不用再修法。但是对于那个如果他没有申报所得、租赁所得的房东的话，基本上你再减也没有用，因为他如果没有申报租赁所得的话，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
出了，是不是改建前啊？延役啊，两座坏掉了。啊，改建前啊，因为这涉及到修法了。对，好，建前。对，建前那是不是两座要划掉？两座，两座划掉。好，二十四案，谢谢委员。二十四案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也是这个财政部的，那这边这个部分就说，把它改成建前延役啊。建请就好了。对，建请啊，建请。哎呦，这个已经发布了，这个可以居住。也急，我们有急。可以是吧？建请啊，二十四改建请是二五，对吧？这当然是建请了。二十五也是要修法了，因为要求财政部带这个啊，因为修法的部分呢、啊，你很难强制的。好，改建请二十六。那个主席建请 OK 了，但是就是麻烦要跟地方也要协调啊，这冲击比较大。好，所以我们提的都是民意的反应啊。好，谢谢。好，好，二十六。二十六也是林委员的提案哦。那这边因为这部分涉及到经济部，就是所谓相关部会了。因为相关部会那个强制关闭不是经济部的不是财政部的权责啦哈、哦，是不是可以改成这个要求经济部严厉啊营养午餐业者纳入强制关闭？不是啊，要求建请相关部会严厉的。主席，请相关部会。主席，这边要我先稍微保留好不好？因为学校关学校。停课有午餐就没有，等于是也是强制关闭嘛，不是吗？二七的话，这边啊、几个文字就也是林委员的意见哈、啊。我们在最倒数第三行啊，这边啊修改成原建请财政部研议。好，这样可以吗？林委改建请案 OK 吗？这个当然是。这研议就。因为啊，保留了，这不要修法了。好，补贴的要修法了。这个跟修法无关。补贴的要修法了。这个跟修法无关的、啊。这个会修法，这个是今天的部分嘛？今天的部分不能延议啊。那这个包补贴要修法，最后一季了。那补贴所得税的部分，这个部分那个基本上财政部没办法做的。不是因为这个就跟纾困一样嘛？就拿了，这不用算到所得税啊。现在纾困条例有。那你把它叫一个名称嘛，补助。若是补助，就不会牵涉到所得税法，所以它不一定要牵涉到修法、啊那個。跟委员报告哈、啊，我说明一下，不保留。好、我说明一下了。你那行的，没有，我说明一下，那个最后一句话，补贴所得税金额的优惠，这个财政部基本上不能做的哈。对了，那个不能强制我做哈、那個。本来就免税所得的部分，基本上现在特别条例已经规定有了，就是政府零九就后面就划掉嘛，就好了，改原意就好了，后面划掉，可以免税的。好，对，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嘛，就意识上没有问题啊，就后面他拿的金。经费不要纳入所得，这没有问题啊。你给他的鼓励啊，这样子了，听我讲，我们立刻做修正，后面一句划掉就可以了。后面一句划掉，后面一句划掉，一句划掉，划掉就可以了。最后一句划掉，划掉就可以了。最后一句划掉，就通过了。没有，是这一句划掉，没有就没有意思了。你不划掉那个修法怎么可以要求？划掉的话就要修法，划掉原来可以要求个不排除法律的，是给予免纳所得税还是要保留啦，对啊，就划掉，就划掉补贴所得税金额，那才是就免纳啦，对啦，那个修法嘛，不一定要提案的。只要把名称改一下，让不是所得就好了，不是吗？那这样子为所以他说补贴所得税的政府那个部分刷掉就好了。领取政府，领取是政府补助或津贴的部分，这样可以。来，听我讲，或补贴所得税，这个划掉好不好？好了。对啊，这个就讲这样子好不好？于防最后两段，于防疫期间所领取之政府补助或津贴，于防疫期间所领取之政府补助或津贴部分给予免纳所得税，到此为止。好 ，OK， 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对，谢谢，谢谢委员，这样是应该是合理的，谢谢，感谢。好，谢谢。好看二十八。二十八也是林委员的部分哈、啊，那建请延役了，我们就建请延役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因为有税金的问题，要强制这样，就是要提高那个减租的程式嘛。不过说真的啦，因为中央跟地方比起来，地方都可以减到
打到六折或是五折，就只有中央维持在八折了。所以这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状况真的比较特别，疫情要怎么样、啊、才会希望能够加码提高至降租四成呢、啊？不是因为立法委员讲说降几成就要几成嘛？这见解而已嘛，这个是、啊、不是啊？因为地方已经降住了、啊，不一样，地方降住了。总招这个建议到底有哪一点不好啦？哪一点不对啦？你现在要求你要这个什么原意干什么？意见啊？对啊，这个有哪一点不对嘛？是见解而已嘛？那就保留了，保留了，原意就对了嘛？保留了。你是要求是善意的建议，强制性要叫人家怎么？你工人事业跟那个政府单位，你不带头做，你叫民间做什么？你叫怎么做？就是要带头做的嘛？对，来，保留好吧？好，保留29案，好 ，OK 了。好，通过29案，是不是那个要求的部分是建请啊？因为有没有关系啊？那你是请的，到十，那是请的，那是请啊，那个没有关系啦，已经请了，好，部长，要求这里一样的意思啦。好，谢谢委员。总召说通过，你还讲？不好意思，就得建请的，建请的。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来。啊，通过30，那个30，任部。因为也是牵连到说要降低查征那个征税的情况，你这免征的赶快减征啊，减免啊，文字调整一下好不好？30建请啊，这是建请案嘛？30是不是建请？建请，然后免征改减免了、啊。建请行政院、财政部及各地区国税局主动减征了、啊，不是减免。减征啊、哦，主动减征这样子。好了，好，有没有意见？好。稍微等一下哈、哦，如果是减征，你就不要建请了。你这个不是，这个、减征减税要修法吧？减征嘛，减征收应急。这个跟我们报告的这些小规模营业人，比如说美华、爱美农业，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实质上在做减征的动作了。比如说，如果他被强制关闭的，我们现在就是强制关闭期间完全免征营业税。哦，他查定课征的营业税是零。部长，那已经做了，他的做了就要同意就好了，对不对？他已经做了，那你提案不更好？对啊，那他支持你呢？他支持你啊，这怎么不好呢？对吧？可以了，同意的了。啊，见机行事，好不好？见机行事，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了，通过。能够做就做，好。要求，好。31，认真了。这一是审计部的，审计部今天没有来，所以他要求我代为表达，是那个导数第三脑，审计部于两个月内是不是划掉？因为合约的完成不一定两个月内才能够就完成，所以希望两个月内划掉，的司法性，而且是在于查核后提出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好了，好，OK，好，32， 这个什么 OK 啦 ？OK 啊。这个审计部，这个要求审计部两个月，他要不要叫你完成调查报告？他是针对你们要采购的合约跟执行，他有没有叫你提出那个调查、那个完成的那个报告？你要整个完成再来讲嘛，你总是不啊？有的啊，那边完成再讲，你就启动那个调阅小组嘛。调阅小组另外一回事，那我们立委的事情好不好？你不启动也不启动，然后你又要审计部这个要建议，我不想的，没啦。没办法，赖委员，你要不要？你这个保留，你叫审计部过来嘛。谢谢。好了，保留，那就保留。对啊，如同刚赵伟讲的，没有在的，我们就先保留啊，第二轮再来谈嘛。我们保留的，我要买个几啊，好不好？审计部来了，报告委员，你保留的。报告委员，因为那个两个月的期限是就是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因为现在卫那你改三个月可以吗？时间很难压了。因为卫福部现在也在忙于那个防疫工作嘛，哈，那你改进数就可以吧？好，进数了，进数改进数，好，改进数，好 ，OK。进数通过32。进数，我们现在是去审计部上班喽，我是跟你讲哦，你不要以为改进数就没事哦。我说是去审计部上班哦。好了。32，卫福部。OK 了，办理33 ，OK 了，通过了，建请延议，
我帮你借八百面了。张耀进，他现在就请了，现在就进请了。没有，现在就是进请了。还是要求，本来就请没有关系。要求你要请了，请了，通过了。现在就请了，他通过了啦。就是请了，请了，请了。可以了。各部位啊，看清楚一点，不要浪费时间了啊！三十四，哪一部位？34是那个农，是请了，就请了，就通过了。OK 了，34通过了，通过了，通过了啊！分到半，35，是主计总处的开始，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有问题的。啊，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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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36，要改建型就没有问题了。保留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就来。36我们可以同意。好，通过。政委好，来，那我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政府应设立新冠疫苗到货数量与接种的仪表板，让新冠疫苗到货数量、时间与接种讯息透明公开，减少国人的疑虑。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相信呢、很混乱，而且哈、整个采购国产多少疫苗，包括向国外采购到底多少疫苗，一变再变呐、那我认为说，行政院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你们应该要设立仪表板，让民众知道，而且最最重要，我认为说你要公开透明，因为这一次哈、你像配那个 A G， 到高雄跟新北是重灾区啊，新北的民众多高雄4×5，哦，而且民众不是，你好，我表达清楚，结果怎么样呢？现在分配的新北跟高雄分配差不多，高雄8万。新北83,000，高雄80,000，你说人民作何感想？你那个什么公事，人家都不管。那个新北、是重灾区，我还是要解释一下了哈。在这一次的计算，因为是高雄本来是只有打第一类，那双北就打了1、2、3类在前端。问题你配83,000，所以到后来的时候，现在是高雄的2、3类要打，那新北的2、3类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哈。是想跟委员解释，分配要公平，当然会公平。老百姓哦，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好了好了，好来。哦，我希望你分配要公平，而且哦，到底6月底以前，我们还有多少要进口进到国内来？那个国外的疫苗多少？你任何厂牌你不要讲，但是你最起码要表达有多少进来，因为老百姓很关心啊。现在大家如惊弓之鸟啊。对，我们会尽量尽量了。是尽量、那可以的话，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掌握这，所以没办法跟委员来报告。有多少可以进来呢？你告诉我们数量就好了嘛。我们是以前有预估过哈，那现在我也没办法跟委员讲说一定会多少。上次预估希望6月有200万作为目标，我们希望以600万、200万为目标。有没有确定嘛？我没有办法跟委员确定。那厂牌你不讲没有关系，但是最起码。你要多少数量？今天我们不是在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安心。可是目前没有办法掌握。我希望说，我直接这个本案来讨论就好了。军工之鸟，好了，给，改建型案就好了嘛。36万是36万不能建请了，他通过了，建请过了，怎么？你刚部长已经答应了，这个坦白讲答应了，所以就没有建请了。36万要建请啊？我有在喜用啊呢，告诉一样招一下嘛。那个麦当市长，那个仪表板哦，你本来就要清清楚楚的告知我们所有的民众，因为哈、你到底进口多少，国外人家给我们多少。你国产疫苗部长，这个就已经进来的，他已经接种，这个数字公布就好嘛。对啊，好。你就是在仪表板上面，而且给各县市的也要没有，那没有问题。放到仪表板，让大家进来。能够了，来就通过了，通过了。不要再讲了，36万通过，拜托。37万保留了，好，保留。38。38是圆明会的，因为圆明会这一次没有进会的便利，来建行就好了。好，建请。好，39。39要求麻烦改建请。啊，这个有问题吗？这个你有问题吧？你现在拿照单位换照吗？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改建请呢？自动展照照，好、这个有问题啊。这个还好吗？自动展延，证照有几百个证照哎。在三级警戒期间自动展延其效力啊，在有关证照都有不同的这个，这个有道理，这个好事，好事啦，三级封起来等于全部下档，怎样啦？这应该是好事啊，这有什么好？我举例说护照好了，你可以自动展延，然后国外也没有认啊。
还是要有它相关的规定嘛？这是动产员的问题。我们讲是证照，没有人在讲护照啊。你在讲证照，没有讲护照。你好，这我有写护照吗？很多种的，请罗委员看一下好不好？证照很多，我有写护照吗？其中之一嘛。对，演义嘛。证照不是能够做金融证照，就证照怎么会是护照呢？但不在各不同的单位啊。证照讲的是我们各部会发的证照啊。外交部发的不叫护照。都嘴犟了，然后那你，我知道你不承认是国外的事情了、啊，国内承认就好了。很多很多国内可以承认的、啊，很多不是这样的。你这样一句话了，好不好？这个演绎一下没有关系，原则可以展言就这样展言，啊、好不好？刘委员，你的意见？演绎啦，当然可以原则嘛，可以因为写要就写原则。原则上可以吧？原则上自动展言呐、啊，原则上就这样文字修正。原则上自动展言其效力了、啊，那如果真的有例外就是例外嘛，好不好？好，谢谢。好，42案保留，在保留。41案保留。好，42案，是不是能够划掉两周内？两周内划掉了。两周内划掉可以了。可以的。好。好。谢谢哦，谢谢。42是吗？42案呢？42案好，我两周内划掉43。卫福部，宴请了，可以改宴请延役。就大家去买疫苗，买不到嘛。但是林伟不在啊，他愿不愿意呢？不愿意啊。我看保留好了，好不好？保留。好，44案，保留了。好，保留，我也没有关系。要求可不可以改成宴请？我给他保留，保留，好，保留好。45，同意。好，通过。46，同意。好，通过。47，保留。好，保留。48，我可以改建请。好。啊？到底要听柯总召的，还听部长的？48是卫福部。48，柯总召起床 ，OK 哦。我柯总召讲 OK 哦。好呢。接下来嘛，建请，就看你看内容。大家啊，那自己谁写一个案子，那政府要怎么做？那个都是建行案嘛。你看一下内容啊，建行的。好了，好，我来建行的，建行。好，建行，好。49，叶委员。这个保留好不好？好，这个删减的我们。三就可以算保留，最后再来处理的。嗯，另外再讨论。差一些再。好，保留50。50，国外会。可不可以改为建请？ Okay, 要求改为建请。好了，他人不在，保留。那你要提下决定价就好了。51，你买了这个10000块的，你们有意见的，所以保留了，还拿保留了。啊，对，好了，那个一个月划掉就好了。一个月划掉，好，一个月划掉，通过。51遵照办理。好，太好了，好，遵照办理。好，52，国外会。可不可以加一个那个请行政院研议有关于这个新创，因为我们在新创的相关要这个礼拜我们要国发基金通过以后才会正式推动。OK， 好，好，研议是不是？好了，好，54的，好，53，什么？不是三次，是那个财政部建请。就绝对是建请案嘛，要求改建请就好了。对，财政部改建请，因为这个涉及到修法的问题了，是不是？好，54案建请就可以了。建请54案已经可以了，这修税54案也是财政部的。那我们做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修正？原此要求国参署重新考量，加一个延续于三级警戒期间。啊，好。免征租金之可行性，讲清楚就好了。好吧，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好，对延役吧，是，宴请延役了。好，好了，修正通过，55万，遵照办理。好，56，宴请延役了。经管会没有来，好，我们也是希望宴请延役。好，57万，57是不是删除书面报告？那个一并处理啊，好。好，删除书面报告。58，58也是删除书面。好，再书面报告。59，59也是删除书面。那另外加一个交通部，因为外送跟交通部有关。好，59，59也是一样，它跟59，删除。59是要集交通部了，集交通部了。59加一个交通部。加上交通部，加交通部了，58没有，对。好，加交通部，把书面拿掉。61，六十了，六十了，没有六十，61。
六十跟五九是一样嘛，嘿。六十一是财政部遵照办理。好，六十二，六十一，我们这边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公股行库以外，还有其他民营银行，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吼，在这边是建请改成建请金管会保险及咬及相关保险业者。有啊，财政部也要啊，财政部已经是建请的了，是改建请就好，那就可以。谢谢谢谢，要求改建请就好了。好，建请案他已经是建请了，建请案不要那么讲究，好不好？好，建请不要啰嗦了。好，律师。这时候是财政部改建请，改建请书面报告也是一样。好，好，六十三，删除书面报告。六十二建请，书面报告拿掉。好，书面报告拿掉。好，来六十三，好，六十二改建请，书面报告拿掉。好，六十三，六十三也是书面报告拿掉。好，书面报告拿掉。好，六十四，我这个怎么写？六十三都一样。卫福部二四，请删掉书面报告。六十三，按钮里面的事就书面报告删掉。我怎么会？主席啊，我是替张启禄讲个话啦，我觉得他提了很多都很用心，书面报告也是有必要，那能不能把那个就做一份的书面报告，把问题全部合起来。刚才是这样，不要，这个落实在条文里面呢、要落实在条文里面呢、好不好？来了，落实在条文里面，好不好？统一处理。好，刚才有这个共识，谢谢。好。六十三案，这奇怪了，六十三案怎么这么多案呢、是因为他分开名，他是签名的原因。以后是不是这样弄？这样弄起来是人家书面作业很难做，幕僚更很难做。好，那六十三之一好不好？六十三已经处理了，处理掉了啊。好，好，六十四，一二四，请三书面报告。好，六十四，哦，不容易做，六十五，也是三书面报告。好。好，六十六，把两个月跟书面报告删掉。我们跟劳动部有关系，我们是删书面报告，然后把政策哈、修正为措施。好，没有问题。好，谢谢。不过我也是跟委员汇报，跟委员报告，有一些书面报告真的有必要还是要保留，有必要喽，因为你也知道。委员在这个防疫期间这么辛苦，那写这么好的一个提案出来，你不能说全部都给他改成拿掉，其实也不合适啊。好，谢谢，来六六，六六没问题。66刚刚已经提过了，把那个书面报告删掉。那劳动部是建议把政策改为措施。措施是。好，政策改成措施。那书面报告拿掉。是。好。两个月拿掉不是？把这份机拿掉，这份机拿掉。好，修正通过六十七，卫福部。按照把书面报告拿掉，严厉，两个月拿掉，请了，最后一句话掉，好，好，六十八，六十八也是请删书面报告，最后一句话删掉，好，六十九，六十五，好，跳爷，你刚到，赶快。书面报告，通过的。书面报告，没有，我们书面报告拿掉了。书面报告是不是可以拿掉？对啊。好，跳爷有没有意见？你要不要书面报告？他说他把你申诉。刚才有谈过了啦。OK。好，谢谢。最后一句，向本案提出书面报告删掉。好，七十案。谢谢。要求可不可以改为建请？好。好，跳爷有没有意见？好，就改建请案，七十一案，那个要求改为建请。OK， 好。那本党的好。哎，本党好，本党都好了，民进党都听总招的了，好，好，修正通过，七十一，要求改为建请。好，好，修正通过，七十。一样的。七十三，七十三哈。好，七十三。要求改为建请。OK， 好。邱伟有没有意见？
好，没意见就要求改。好，来，建请延议。建请毛病的，那个延议啊。建请啊，建请就建请。建请就。好，建请改建请七十四，七十四号。时间发掉，时间发掉。七十四的部分，希望第一个删除六到八月，然后第二个在延后后方加入适宜两个字。无法适宜。好，六到八月放掉。对。明天延缓，后面。民进党的提案都可以了，来来。适宜。好，好，修正通过。七十五。过。通过了，召唤通过，通过七十六，通过，他已经进行了。好，七十六通过，七十七通过，通过，好七，然后七十八，七八后面两周划掉就好了。好，两周划掉，好，通过，划掉，整个划掉。报告就统一处理了哦，不是划，不是都没有报告，是报告统一处理了。那个是，整个划掉，那个民众党的事情哈，那讲也得哦，好，那你讲你讲吗？要讲也得。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就各部会给我们一个，每一个部会给我们所有的建议。OK， 好，六要六七，有关反对党开啊，你直接讲。我还没看啊，民众党的提案，你可以也不提到书面报告的部分，各部会给他一份报告。好，做这样的宣告。好，七十八，周内拿掉嘛。七十八，那个好，七十九，国安会七十九是不是可以改建议案？这个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删除？两周划掉就好了。好，两周划掉。八十七九是建请案了，本来就七九通过了。哦，部长仔细看呐，他本来就延议啊。七十九没有两，好，他就是延议了。好，七九通过了。七九就照样通过。啊，七九照样通过。八十改建请了。八十改建请。好，八十一通过。八十一也是改建请的，本来就建请，真的啦，我人在家呢，本来就是建请，我人在家呢，有吗？啊 ，OK， 好，麻烦你啊 ，OK， 他已经通过了，你要补充吗？没有了，没有通过，不要补充了，通过就照办你的了。好，八十二那个书面报告，好 ，OK， 书面报告划掉，啊，书面报告划掉，八十三书面报告删掉，划掉，好，八十四，书面报告删掉。书面报告划掉了。好，八五，一样啊。建请书面报告拿掉。好。雇员要求改建请了。倒数第五行，雇员要求改为建请。好，改建请。好，八十六，刚通过。通过。好，八十七，通过。通过。好，八十八，通过。八十九，通过。好。九十，他请，通过。好，九一。断绝了就断绝了。好，书面报告删掉。书面报告删掉。书面报告好。九二，照样通过。好。九三，照样通过。九四，照样通过。你这个我都给他通过就好了啦。好，九五。九五号要求改为建请，然后修正应纳入为应延议纳入，另外也删除最后一句哦，并于两周内提出相应方案，还有书面报告。好，做这样修正。要回去还有评估哎，部长，不是建请完就没事了嘞。好，你看，不鸟西啊，该改的无代志，那建请那边提啊。等一下好不好？刚刚有点乱。九十五要做怎么修正？讲一下吧。建请了，两周划掉。啊，建请延议两周内划掉。最后一句划掉，好。好。九六，是不是建议改为建请延议？已经 OK。哎，讲好。建请延议九七，财政部通过，照样通过，好通过。九八，照样通过，好。九九，照样通过，好。一百。照案，照案通过。书面报告删掉。书面报告删掉，书面报告删掉。好，修正通过一百零一。是不是改成建请案，然后书面报告删划掉？好，在第二面见。在第二面见。OK， 没问题。好，谢谢，修正通过一百零二。也是一样，建请案，然后书面报告拿掉。好。修正通过一零三，通过，好通过一零四，要求改建请，对，有意见改为建请，
一零三、一零四的要求都改建请，好不好？谢谢。是一零三、一零四是不是可以改成建请？一零四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一零四没有，一零四是啊，照案通过了，可以。好，照案通过。一零五不过好。一零四不改了。对。一零六那个。教育部，那个是教育部的事情，改教育部。一零六跟财政部也有关系。财政部改教育部了，一零六是教育部。好，我说明一下好了哈。那个，请把财政部改成教育部，那加上研议，然后最后是一个月提书面建议删除。好，以上，谢谢。好，就这样修正。一零七，改建请，我们一周划掉。财政部，好，改建请案。书面化掉，好，修正通过一零八，通过，到办理，好，一零九，通过，通过，好，一零，一零是不是改为建请案？建请啊，好，建请案改建请案，一，一零最后一句可不可以化掉？就是好，六个月，好，化掉。哎、欸，你不要、欸、拜托大家、哦欸、有些是有必要，你不要看到有时间就乱花掉、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一路四行了，一路四行。好，一宴请那方面两周花掉。看到吧？这样会遥遥无期的。对的，对的。他们还是要给某一点回复的。对对对。会的，会的，会的，会的。哎呀。进党都过，我赞成郭大伟的意见哦。你还是要拉一点时间，要不要？郭大，你的时间啊，伊爱当回复啦，伊无书面报告，伊嘛爱当回复了。啊，当然通过了。六个月可以啦，六个月时间长可以啦，冇定啦。哎、欸，老柯啊，六个月冇定啦，六个月冇定啦。那要不要给金宝爱说明一下？还是一样的，那个改建请案，好不好？那 后面书面报告先拿掉，好不好？好，书面报告拿掉没问题啊。好。他、啊、时间要时间是不是？他就拿掉书面报告要时间，要回复就好了啦，不用压时间了。好，给回复好，书面报告拿掉好。你搞什么？这闭关啊！这个你蛮能玩的。那个六个月要不要？好，回复一下那个一百一十案那六个月要不要？所以我觉得好，没有多说一个。一百一十案，我觉得这个提案提的蛮好的，我觉得，哎，这个好，要不要保留？好，保留哪里？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一的，一百一十，我们自己案子，我们自己把后面全部发掉就好了。对啊，好，好吧，好 ，OK。一百一十的后最后一句整个化掉了，请财政部针对上述问题六个月那个整个化掉了。对啊，好，一百一十，一百一十，就没有结尾了。OK 的，没关系，他们会来报告嘛，我们私下要来报告嘛。好，好了，好，好，六个月不要了，好，一百一十三六个月化掉了。好，一百一十二啊，一十二本人在这里哈，看他怎么改，他说要改一百一十二，一案人在这里啊，对，来，建请金，对呀，改建请案了，改建请案，只要改建请就好了吗？还有那个一个月，他既然是建请，还要一个月拿掉吗？拿掉，建议可以拿掉好不好？下个月要开了呢。这样好不好？那个知道没关系，钟伟，就是最后一段了哈。一个月拟定，对啊，然后最后加一句可行方案嘛，对不对？可行性嘛。一个月拿掉了，严拟严拟视讯会议的可行性的好不好？好了好了好了，一个月拿掉了好不好？好，一个月拿掉好不好？要一个月拿掉，一个月拿掉，拿掉了。好好，严拟那个视讯会的可行性。好的，谢谢。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吧？不是这你这样就可以处理的，好不好？因为好了，把一个月拿掉，因为金管会已经在研议了，很快就发布了，好不好？好，好了，一个月拿掉。好，一三建请改为要求改为建请。OK， 主席，这个一三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公开这个不在优先类别上的特权的施打名，那很难的，这没有什么建请，没有办法。哎，这就也要公开啊。办那个表决吧，太多了，哎，请台北各县市都有啊，对啊，所以就各县市都公开啊，不改台北市先公开，对，当然了，可以台北市优先公开，可以，就是希望就是要公开，这个有，对啊，因为你怎么可以去插队，然后去这个剪掉已经进入调查，其他人应该要打的人就是应该要打到，啊，那不应该打的人就不应该打到，不可以有这种特权的行为嘛，所以这一案就是应该要求他说把这个名单公开。对啊，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不在公是不是可以表决？因为你开说还是要公开。你刚刚插队，你得爱把这个真面目示人啊，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谁去做这个事情嘛？那有个保留啊，这个案子保留。好，一四，张张哥，好，一五，那个书面拿掉。一五，好，时代力量。后面那个书面拿掉好不好？五个月那个。宴请啊。哎，这个内容就是叫他妥善规划，所以这个是说这个报告如果说不要每一案都交的话，是不是统一的就是交一个报告？但是说明一下，就是说他怎么去规划这样的一个创新产业这个部分呢、哎，可以的，对，哎，好，就是交一个这样。好，时代力量一样了，统一交报告，不要阻案了。好，这个原则都一样了，好不好？好，谢谢。那个报纸也都有在写的吧？好 ，OK， 好。是，新的报告拿掉了。新的报告拿掉。B 六。改建请，然后那个两周那个划掉。好，改建请两周的拿掉，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有意见。那个两周都要，改三周好不好？这样子。那就不要日期。我们不要压日期，没有人压日期的啦。业务单位也同意，不是啊，业务单位没有意见就通过了，啊，业务单位没意见就通过。要听柯总召的，还是听司委员的？就司委员，柯总召的好。基金数字认为，总召怎么样？总召，总召，柯建明总召，人家在叫你。哎呀，两周一六，两周内拿掉，对不对？对，好，建请。好，改建请。好，一七通过，当然通过。通过，一八通过，通过。通过，一九通过，当然通过。一二零通过，对，他通过。一二一，一周那个划掉，书面报告划掉。一二一，一周内了划掉的。书面报告划掉。好，好。一二通过，通过。一二三通过，一二四通过。一周内划掉，一周内划掉。要求幺五要求改为建请，要求改建请啊，要求改建请幺五，要求改建请，要求改建请啊幺五，要求改建请，要求改建请。那个邱委员，你没意见啊？没的，过了过了。他这个内容是要求说整体通盘检讨了，好，那就改建请好了。好，改建请幺六，要求改建请好。要求改建请一二七通过，通过，好，通过。一二八通过，好，一二九通过，通过。一三零通过，一三一通过，一三二通过，一三三通过，一个月拿掉。一三四，一三三的那个，好，一个一三三一个月拿掉。一三四，是书面报告删除。两周。两周，两周后边最后最后最后一句最后一段拿掉了，最后一段拿掉。好，一三五要求改为建群。好，好，要求改建一三六，通过。一三七，通过。一三八，通过。通过。一三九，通过。一三九后面那个报赵伟那个后。集增类以后几个字，那个全部删除掉。建议的，建请案，建议的，看你怎么样。OK了。好，一四零，通过。一四，通过。好，一四二，一四二，你的，一四二通过，一四二通过，通过。没有。检验另案讨论了，好不好？他后面是通传会的，通传会。三检的另案讨论，好不好？好，保留。我再重复一遍哦，这个如果你让他通过，就是打脸唐凤，我就说唐凤是骗子，因为他公开讲的说这些都不要钱，都是电信商收钱，结果还给我们拿。唐凤是骗子啊你。没有了，我讲一讲，我们打疫苗免费，是不是国家出钱？当然是国家出钱了。是，那这有什么问题？而且实名制国家出钱，免费就是国家出钱，这个逻辑是一样吧？好，行。我先程序，慢点。我先程序讲一下，从一三二开始啊，是通传会，那通案已经结束，好，现在就进行一四二。一四二会，通传会出来了。我通传会的预算要好好看呐、啊。休息文章好不好？没关系，不用。对，没事。一四二保留，一四三保留，一四四保留，一四五。好，一十六，立委保留了。
有删减的和冻结都保留吧。嗯，因为医药嘛，因为当初。可以了，那另外处理了。当初说是新业者。另外处理了。收好。没去没去讲啊，那最好第二轮再来啊，好不好？好。啊，另外啊。抱歉，麦克风。现在怎么样？好、啊，麦克风太累了，是不是？保留了。麦克风有问题哦。哦，好了 ，OK， 好了，好了，对，就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也是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是说电信业者要吸收，好，那跟我们原来说政府要补贴单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才会提一样是提删减案，谢谢。这是保留讨论嘛？这保留了，这保留了，保留了。主席，删减案都保留，好不好？二一四七，保留，保留。好，一四八也保留，一四九，一四九修正文字。好，一四九修正文字。怎么修？赶快。对，是讲一下就好。一四九，我们建议是在主决议内容修正为本案建请通传会建议卫生福利部针对十年简讯，因为这十年简讯未来来讲的话，这个资料主要是由那个 CDC 由卫福部这边在那个使用哈，在应用嘿，所以这个主政机关应该是要建议，通传会建议卫福部这样的。好，同意修正。好，修正通过。一五零。我稍微请一下那个 ACC 的主委是不是在说明？一下哦，明明唐凤政委都对外说这是电信商付的8亿，为什么你要编这笔钱付给电信商？他们都说，唐凤都说电信商自行吸收啊，结果我们编钱给他啊，这个欺世盗名的，你要不要跟委员、跟主席还有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基本上呢，简讯实名制本来就是全民免费使用，我想各位都有在使用的哈，所以说全民免费这个是事实。那我们跟各大院报告过很多次，就简讯实名制最主要是我们编了8亿元是所谓的维运或者行政成本呢、啊，因为简讯基本上它要发送，它要暂时储存，它要准备，然后有时候要 CDC 要去调取相关的这些资讯，所以当时我们是出估抓一个一年大概是80亿折这样子哈，然后那个去算它的那个行政成本这样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从5月19号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全民大概使用了3亿5000万折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疫手段，也是人民很普遍在使用的一个。好了，现在不是实际时间了，不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你这话等于打脸唐凤了。唐凤说这些的钱全部业者全部吸收，结果你现在编预算来给业者，简讯的费用的确是业者吸收，图利。建议这个在讨论时间再进行。讨论保留之后再进行讨论，好不好？好，麻烦一下。好了，149照那个通那个 NCC 的文字通过吧。好，立委员修正。第150修正，建议修正文字哈，因为我们请各位主席跟各位参考一下我们书面。诸位，建请案你不要再改东改西了，好，建请 OK 了，建请啊，这建请案了、啊，好，建请案，好，他已经建请案了，好，那是不是就通过？已经建请，好了 ，OK， 是就好通过，修正一五一，是吧？用你的，一五一改建请就好了啦，也是建请了，要求两次改建请就可以了，没有，我保留，好，保留。因为他编了6900万哦，等于快7000万补助哦，367家频道电视业者哈、哦，那电台也在里面。这个我就是只有拜托你把它公布，是啊，他的哪一个电视台是啊，或者哪一个电台是播出的时段，让我们很早要起来，我才知道钱用在哪里啊。报告委员，这个公布应该我们一定会做哈。那这里有一个地方，就是说那个内容摘要的部分，因为从去年到目前来讲，已经好几百万的那个甚至有些简讯有线电视这些数字上千万，内容摘要可以拿掉没关系啊，次数要。好吧，那就把内容拿掉，这样对对对，内容再要拿掉，对，内容再要拿掉，麻烦拿掉，那其他我们再公布，没问题，好，谢谢，修正，谢谢，内容再要这四个字拿掉就好，内容再要拿掉，拿掉什么？内容再要这四个字，内容再要拿掉，对，委员就是按照我们修正，是不是请教我们的那个修正文字建议通过了哈？谢谢。对啊，不，现在就一五二。一五二修正第二因为我们已经跟那个 CDC 是第三类了哈。跟
你处理的一样，建情案的有什么问题？好了，这个建情，建情呢？建情呢？有什么问题？通过。好好好好好，谢谢。啊，一五三，一五安置办理。好，通过。一五四，一五四设计经费，那个保留，哎，保留，好，保留。一五五也是涉及到保留，冻结，保留。好。好，我们就讲。要开了，要开了，要开了，他没开了。后面的那个行政长官讲大声一点，他们要收音了，好不好？没得用了，你。麦克风讲大声一点，他们要收音。没有，一五六保留，好，保留一五七，保留，保留，好，一五八，修正文字。建请啊，一五八不要改了，建请案改什么？就建请案。最后一个是书面报告，另外一个这个案子是因为刚刚我们主委已经说过，我们所有的资料是由卫福部在，因为这个主政机关是卫生福利部的，我们只是讲一下，嘿。是建起的话，是因为建起卫生服务部去检讨这个 APP， 那 APP 并不是我们在主管。好了，可以了啊，就这样修正。后面那个书面报告拿掉了。好，啊，一五九书面报告拿掉。一五九不是 APP， 是内政部的。一五九是不是改建请？然后书面那个书面报告删那个一五九有建有冻结的，你没讲。一五九冻结要删掉，然后书面报告这个嘿，冻结改主决议，我们自己处理，好不好？决议了，好，好不好？啊，懂得怎么处理？改主决议，我们在文字在修正。好，你改动改主决议，你们去处理。好，好，1160，我们把后面来叶委员划掉就好了。叶委员，一五九，我们把最后一段1160划掉就好了。主决议改了再改旁边。1160后面那个冻结是不是要删掉？1160。160是不是改主决？160保留，保留了。我这我还是认为应该是那个冻结案啊，那你可以改成书面报告，冻结数额我没有坚持。好，保留保留，那主决议还是要保留，一并处理了，好不好？不，他刚才叶委员已经四处善意了，说冻结少一点你没有关系，改书面报告给他那里啊。处理没？啊，不要冻结嘛。啊？冻结要再做报告，不要报告就书面给我们就好了，书面给他就好了，一定处理。对啊，书面都同，那都同意处理了，书面解冻吗？都保留再处理，冻结都保留，同意处理。冻结跟书面报告都保留，好了，完结了，最好再处理，完结了。好，保留161，保留一样，是不是能够改主决议？那个冻结不要冻结，是保留了，好，保留。保留，保留，第二保留。163保留，164保留，好，165保留，好，166那个会员好像要撤回是吧？我不晓得是不是保留，那人不在。好，167他自己那个费，我听到的是总算把撤掉，那现在改为撤掉是不是？撤掉，好，那撤掉，谢谢，撤掉，166撤掉了，撤掉，好，167啊，167啊，遵照办理了，好，168是不是能够改为建请？要求改建请啊！好，169，是不是也改建请？然后书面报告，书面报告拿掉。书面报告是不是能够？没问题，拿掉。改建请，书面报告拿掉。170，哎，改建请，他本来就请的啦，改起来。通过，通过了，通过。171也是改建请，然后书面报告是不是没有问题？171也是请了。对呀、啊，好，然后书面报告是不是能够拿掉？好，拿掉最后一句话啊，172也是书面报告是不是能够拿掉啊？建请，好，一样。好，173，遵照办理了。好，遵照办理。174，书面报告拿掉。建请，对，然后书面报告是不是能够拿掉？对，都会。好，175，一样，也是书面报告是不是拿掉？好，176，一样，是书面报告，然后改建请呢？好，177。也是建改，是不是改建请嘿？一样。好，178请就是建请的啦，是建请嘿。书面报告拿掉，书面报告拿掉。179，书面报告拿掉。好，书面报告拿掉。179，拿掉书面报告。好，书面好。180，所以书面报告是不是拿掉？好，好。181，书面报告拿掉。182，书面报告拿掉。是不是改建请哎？好，建请。好，改建请，然后书面报告拿掉，书面拿掉，一个月拿掉，好，每个月要拿掉，好，183，一个月拿掉，是改为建请，然后台北市从比照台北市这几个字删掉，好，183中间那个了，对，183就是改为建请，然后比照台北市这五个字拿那个不要再加了，
然后最后一句要吗？一周内提出书面报告。对，算，然后书面报告是不是也拿掉的 ？OK， 好，修正通过184。184，我们是不是能够那个有关什么意经未见内政部改善作为等等，把这句话删掉？事实上，我们每一个都找到了。冻结案，冻结案先保留了。好，保留。好，185。书面报告是，我们是不是改建请，然后书面报告拿掉？好，好，186。是不是有关文字说消防机关不断的澄清才能获得关注这句话是不是能够删掉？不见了，哦，这不行哦，这个当事人不在，文字不要动了啦。啊，算了，没有，你就反正是建警案嘛，没有关系。好，186通过，187通过了，遵照办理。好，188改建请，是不是我们政委员同意？对，有没有？好，改建请。189建请，我们遵照办理。好，190建委员建请吗？好，通过。191，189改建请，改建请了。对不起，189是改建请。那个我跟政委员，有啊，建议了，建议了，建请，已经是建议了。对，就改建请好吧，改建请。已经是建议。好，谢谢，改建请。好，191，改建请了。这改建请了，一样的意思。保留。好，192，191通过的，191是缺一案了。191，我们遵照办理。建可以啊，可以啊。好，当然通过192。孙委员的，一周，我你一周划掉了。好，一周内划掉。改建请案了。改建请案。好。193通过了。通过。194遵照办理。好。195。19好像修订文字有那个在场的。不用了，建请了。建请案不要修了。写建请案有什么关系？提案人是。好，拿出来啊。对，啊，那这不公平啊！有时候修，有时候不修，按那边了。啊，今天闹鬼啊！啊，今天闹鬼啊！提案人写错了。好，提案人写错。我公告现象，你公告现象。不值啊！好，对了，提出来要修的。好吧，那当事人提出来修的，好，就照。这样通过了。照通过。OK。文字做到修正。196。是不是改建请？不容易哦。这个是对社宅的补助嘛？那这个纾困里面都没有提到那个租屋主的补助，那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现在这个我国产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很多劳工无薪假甚至失业的状况，那这个租房子的人他都已经没有房子住，甚至有可能被房东终止租约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纾困里面内政部完全没有提到针对社会住宅或者是针对这个没有办法租得起房子的人的这个租屋补助嘛？保留了，没有，不是保留了，保留了，后面一个月花掉就好了，那我们本来就请嘛。没有，我们是要求说他应该是针对社会住宅要有补助房屋啊，因为本来就请了，就请了。没有，这个应该是他可以去，真的是很严肃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会变成另外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嘛。好吧，还有保留。哎呀，讲清楚吧。可以把那个。够到吗？帮助啊，帮助啊！不是，都改建请啊，我们有在研议啊。现在就是不要再研议了嘛，起码已经不是社会住宅20%，跟那个店50%，我们已经有减了。现在是说各县市政府有的对社宅有补助嘛，好、哦、部长，有的有，啊有的没有，所以你应该有一个一致性的做法，一致性的标准，因为有的县市是有，有的县市是没有嘛。哦，那一般的。一段社会住宅，一个是一个经济上的弱势者啊，他就比较困难。那是管理政府处理还是想处理？管哎、欸，那是县市政府决定的，那个决定权在县市政府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在这一次纾困里面嘛，这一次纾困里面内政部的纾困方案，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一些无住屋者，然后针对这一些租屋主，可以有一个方案叫做租屋补贴啊？现在是在跟你要求说要有一个租屋补贴，好。你社会住宅那是本地的吼，嘿，我办公室的座位嘛是座位啊，因为爱搞补贴不，这已经老，不是，你不是社会弱势者，你袂使是从讲，现在咱只会讲补贴嘛，不，现在纾困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疫情造成冲击的情况之下的社会弱势者啊，对啊，所以那个部分是不是在租屋的部分能够有一些补贴？那严厉就好了，为什么要请他严厉？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现在。他可以拿出来编的啊，不然他今天来干嘛？我没解关系，对啊，赶快嘛。要2600亿，
对不对？今天加了2600亿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他能够照顾这些疫情现在产业的这个弱势者啊。好，保留了，因为这个每一个委员都每一个委员觉得应该要再增加的部分，那这个如果要讨论下去，这个今天就讨论不完。N96保留，197。197是改建请了，改建请案，好，要求改建请。198是不是也改建请？好，改建请。198没有，198刚刚那个脉络也是一样啊，那就保留啊，那就保留。198那个一个月要不要划掉？划掉，好，划掉啊。198，对不起，主席，那个197哈，那个除了改建请之外，然后一个月内回复书面报告那句，对，书面报告，有，因为那个已经有啊，198了嘛，嘿。保留199，我们遵照办理。好，2200，我们是不是改建请？一样，改建请。好，通过201。201是不是也改建请？没有，遵照他那个都请延你，请延你的那一句就是通过。好，202通过，是不是也我们也改建请了？已经请了，对，已经通过。报告主席，报告主席，202哈，报告。202因为还有牵涉到劳动部，那劳动部这边呢有意见呢，表示一下，就是我们希望将那个会衔单位哈改成保训会，因为第一个哈，那个警察人员他公务员的身份，他不适用劳动部的那个主管的职安法，好，那他的管理单位是保训会，不是劳动部，所以我们希望是不是会衔单位能够改成保训会。好。写相关部会吧，相关部会，相关部会。然后最后一句一个月内提报告都可以。一个月拿掉啊。好。203，是不是我们改为请内政部协调？哦，改为协调，因为我们好。然后书面报告能够拿掉这样。好。书面报告这边好像有协调好说2周哎。在哪边去了？是不是？一次就好了。OK， 好。啊，2周拿掉，会衔改协调。好。205。保留好吧，好保留。不保留这个啊。对啊，冻结案。冻结案，好保留。206保留。保留。207保留。哎，你们民进党来，你们要保留啊？都对不起，都改。都改主决议。好，我们民进党自己处理啊，改主决议。206、207都改主决议。好，208。Thank you。208。要建请了。好，建请。208我朗迪江。有没有问题？好了，阿英，你那报告啊，报告你那困难呢 ？Thank you 啦。对啊。各位有没有意见？来建警后面集团。好了，和保定讲啦。好，保定。我顶个这什么讲过呀？谢谢。这是不是建议改成主决议哈？那委员这边所提的，我们是不是建请由本部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方案？哦，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委员。那要改成本公司报告还是书面报告？卖书面报告啊啦。好了，那要改讲嘛？哦，啊，改主决议。好，改主决议。同意报告吗？好。好，那就改主决议一下。是是。啊。208啦。208。205保留。205保留。207、208改主决议。209呢？好，209保留啊，保留，好，210保留啊，保留，21保留，好，212是建议把三个月提书面报告做一个改建请，三个月的话改修正一下哈，那改就建请了，三个月书面报告拿掉就好啊，最后一句拿掉，好，对，213我们遵照办理，好，214是不是改成建请案，然后在一个月内提。相关的书面资料这部分，我们建议删除，是不是？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来，修过。215，改建请后面的。改建请案啊，然后书面资料删除。好，修正通过。216，遵照办理。好，217，也建议改成建请案，然后一个月提书面报告删除。OK， 好，修正通过。等一下，部长，这个部分是针对偏乡弱势家庭的演剧的设备嘛？是。那这个部分去要求说，哦，能够有一些补救措施，这有什么困难吗？因为这个现在变成是说，如果你要让人家在家里，哦，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停课不停学情况之下，那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啊，否则的话，他要怎么去学习，不是吗？
哎，委员执行面，我们从委员在关切，其实都一直在推进了哈。现在是说这部分是不是我们？那你就是做一个修正，然后不要提书面报告，嘿。但是，那你书面报告是就是总共提一次嘛？刚刚讲就是这样。就是刚才原则，但是也应该要把这个详细的讲清楚嘛。否则的话，我们在总合性的报告里面把它一起提出来。好，因为我们都关切要尽快进行。啊，事实上现在就尽快在进行。我想说这个会有什么困难？这本来就是应该合理的要求嘛。好，一起来写嘛，好不好？好好好，还是要详述了。好好，谢谢委员。好，改建请案，书面报告拿掉。好，书面报告好。218也是改建请案，然后一个月提书面报告这部分请修正，谢谢。好，修正通过219通过。遵照办理。20也是改建请案，六周提书面报告建议三。好，先生通过。221也是一样，改又改建请，然后书面资料修正。先生通过。22你可以一样，电话掉。是修正书面资料建议删除。好，先生通过。23要求改成建请，然后一个月内回复书面要删除。好，好，先生通过。24通过。遵照办理。25遵照办理。26遵照办理。27一样，那个一个月书面资料建议删除。好，好，最后一句话啊，先生通过。28也是最后一句话删除，嘿，书面资料这部分。好，先生通过。29遵照办理。好，先生通过。通过。230遵照办理。好，通过。231撤案。啊，撤。这个有。你怎么这不是民进党案子呢？231啊。讲好了。这个本来这个有困难吗？这个会有困难吗？啊，这个好像跟条例有点抵触了。组长是不是可以帮忙补充一下？有那种规矩，你这样提案内容是你是法定的啦，那这个不必提的啦。我们那个条例里面有留用的规定嘛？那个留用的话，根据那个条例是说不受预算法第62的63条之限制。对，现在条例是这样嘛？对。条例是可以留用的，那不能留用的话，将来在各部位之间执行会很困难。这个提案和法律抵触了，就撤了吧？这不算抵触了，那个总统，这不算抵触了，这个不算抵触了，给他撤了。条例里面它虽然是可以规定留用了，但是它这个部分它限制比较严格啦，没有啦。就是说限啊，没有保留，不能你等我被冲哎，他有上面没有，因为限制你不要去超过那个5%。好了，保留，我们本来就是不应该通过的，好吧？保留，这个好，保留，拿二三二。二三二要求改建请，谢谢。好，修正通过233。那个书面，一个月书面最后一句删除，建议，谢谢。修正通过。234通过，遵照办理。好，通过。235最后一行那个两周内提书面建议删除，谢谢。好，修正通过。236236也是一样，最后一行3个月提书面建议删除。好，修正通过。237改成建议改成建请案，然后后面提书面资料报告部分那一些文字建议删除。好，修正通过。238遵照办理。好，239就要求改成建请，然后一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建议删除，谢谢。好，修正通过。240遵照办理。好，21遵照办理。22遵照办理。好，243遵照办理。244要求改建请，然后一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建议删除，谢谢。修正通过。245遵照办理。好，通过。246要求改建请，一个月内回复书面资料建议删除。好，修正通过。247改建请，应改成建请，谢谢。好，修正通过。248遵照办理。通过。249要求改建请，一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建议删除，谢谢。好，修正通过。250遵照办理。通过。251后面两行那个建议书面报告等这部分建议这些文字删除，谢谢。好，修正通过。252最后一段删除。两个月内提书面报告这部分建议删除，谢谢。好，哦，那个邱委员，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修正通过。253要求改建请，然后一个月内提书面报告部分建议删除，谢谢。部长，等一下，这个哈，因为他这个已经要求说你去评估检讨现行的补助方式嘛，主要是说像这种健身场馆，它基本上就是被勒令停业，现在严重影响嘛，那影响非常大。
那所以就这部分的话，你的补助的方式，哦，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限，就不管是金额或者是都是非常有限的嘛。那就这部分的话，应该是说要求去检讨这样的一个补助方式。是是，这委员之前有在咨询的时候有提出来，其实我已经请提议署也在做这方面的检讨了哈。因为我把去年的基础之后，今年因为有在这方面来做一些滚动上的修正，对，我们是这个案子我们在执行哈。所以刚才提到是把要求改建庭跟书面报告做一个删除，其实我们是上在推动。部长，再我补充一下，这种样态有些呢已经成立了，但是他还没尚未正式营运，但是都已经装潢，人也已经请了，对啊，就刚要出发的时候就出事了，这种状况你也要考虑在内啊。那个一个月好几百万，哎呀，就这样挂点，那真的会跳楼，欸，那个设备、房租，那都是权利义务行为，都已经发生的情况底下，哈，你就应该要采取承认了，不一定是营业额来看待，有无营业事实来看待。因为你现在的方案是针对这个员工数去做计算嘛，好，然后要以限制离职员工不得超过一定比例去计算，那变成是说那个对于像刚刚这个委员讲的哈，健身房跟这个小型的工作室，他如果聘用的员工本来就很少了，对不对？那你那个比例要五个人啊，三个人照起，两个人照起，哇，那你就完蛋啦。所以大家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补助的方式要去检讨嘛，不能够再用现在这样的补助方式，否则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啊。好，这真的是一个在提到的，就是他可能完成准备，但还没开始营运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在这部分可能来做特别的。部长，这些委员的建议要放宽一下了，对啊，然后不要再提议这个报告了。好，那这个案是。要保留还是要通过？那是那我们保留了哈，保留。好，保留。好，现在休息十分钟，谢谢。有一个广义的
Thank you.